我们现在在 Havana 的 Central Park， 这边有很多古董车，很多音乐 ，very Cuba I will say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要挑一台古董车，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古巴的氛围。然后我想要挑一台粉红色的，因为我自己喜欢粉红色嘛。然后我觉得粉红色古董车很亮，很 bright。哇！哎，这个你知道有一阵子啊，就是在那种比较工业风的，他们不是会做一些沙发吗？就会用这个的屁股做沙发，所以我决定我要用这一台车。Let's go！ 我就在这古巴就感觉很轻松，仿佛回到1970的感觉。你们有听到广场的音乐吗？还有古巴的 feel， 像这样跳舞。难怪古巴人很开心，因为这种音乐就很让人想跳舞。然后人一定要到这个地方，才会对这些街道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。这就是香奈儿半袖的那条街，也就是他们说古巴的 Champs-Élysées， 就是在古巴的香榭大道。Coco Taxi， 你们看到后面的 Coco Taxi 吗？是不是很像泰国的嘟嘟车？很有特色。很有古巴的感觉，耶！你看这里，很多人在钓，人都当地人，可见下面应该鱼很丰沛吧？玩命关头的粉丝们，快看那边，那边就是玩命关头车子撞进来，然后跑到这个跑道 ，and then 冲向终点线。这就是赛末点啊！我们现在在古巴的小巷弄内。What I really like about Cuba 就是它的人文，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其实是很丰沛的，很像一个宝藏的国家，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带我们去发掘的。然后你知道小巷弄内还有小巷弄，然后很多很特别的店，而且他们有很复古的摩托车，就是旁边都有一个载货的，也是一个座位，有时候是载货。因为这个我路上看了好多台，这边你看，就我之前觉得古董车很酷，在台湾只要看古董车我就会觉得哇好稀有哦，但是我这几天在古巴已经看到觉得哇已经眼花缭乱，到现在不看不到古董车都觉得这好像不太正常吧。虽然我只有到古巴的 Havana， 但是 Havana 我感觉它就是个很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城市。然后我最喜欢它的饮料，就是如果你们来古巴或者来 Havana， 你们要喝，我很喜欢它的 lemonade with mint， 就是很透清凉。我其实还蛮想分享给很多自己身边的好朋友，觉得古巴是可以来玩的城市，因为你可以感受一下跟自己，我觉得会有一种 totally different a different world 的感觉。但是 well I do really enjoy it， 我以为没有网络我会慌得要命，然后觉得没有网络怎么行怎么生活，但其实发现没有网络也是蛮好的，因为人与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。我感觉古巴 Havana 的人好像每一个小镇，就是每一个小区的人好像都认识彼此，然后跟大家都是很亲近的。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然后我也是因为没有网络，所以就放下手机好好的感受一下这边的人文跟这边的气息。 So I really do recommend like if you can have a travel you can visit Cuba， 虽然说没有那么好到，就是飞机会转机，但是是一个很美的城市。 Hi Cuba